198，我荧光棒关，荧光棒也算，荧光棒也算，算算上。餐厅198，闯264，我十票，我的票现在是最少，荧光棒也算，按榜算。瓦零，媳妇一组瓦零，谢老乡，再抽他啊，一组瓦零。现在媳妇场外是一组瓦零，大哥他帮忙呢。俺一共530票，现在全场最高票。老姑，咱票不够了，姑。咱数够他，数够他，数够他。你赢了，太给力了！一千票，两个了。我姑，啊，我姑，输了吃两个。我姑，咱票不够了，我姑。你赢了，太给力了！等你什么时候？哥收他，收他，哥，爹哥收他，爹哥。哥，不要听，不要听，不要。平了。平局了呀！俺503。正好多两票，我的天，差了3000票。您1000多票？俺1000多票的，俺1000多，俩人平局。平局了，姑。俺1030票，不对，相声也是520，1050票。您不用算俩平局了，不用算了，反正过到了，平局了。平局了，他俩平局了。谢我杰哥啊，谢杰哥。谢米星老乡，米老乡，这下开的好，一箭双雕。下人给你，下人给你，你别积极了啊，好嘞。这就管了，这不就管了吗？秘密老乡，等你下次来，我就不说你了，我就不说你不给我上票。谢秘密老乡，你放心吧，秘密老乡，你要帮我，等你下次以后，咱这边个不用戴口罩的时候，你上俺家来，我请你吃饭。谢我秘密老乡，牛，谢我王世哥，平局了，真贼！而且这把一人吃两个，输。谢我杰哥。哎，我心也开走了，给我大哥补刀了，拉死这两个家伙，对，拉死这两个。小杰哥，拉死这两个家伙。小大哥，杰哥，拉死这两个家伙，咱家巴掌算上，两个都吃完吗？啊！山花哥来了，欢迎我山花哥。哦，不是那个山花哥，卷轴算不算？算，卷轴也算。算，按榜算，定榜。算刷吧，哥，刷完老乡啊 ，K 他。K 他。把两人拉死，拉死这两个货，赶紧的上吧。咱家班长上上，现在啊，棒棒糖零票，巴掌零票，冰棒132，卷轴。抽奖的鱼什么的，樱花呀，什么礼物都算，只不管你上什么都算，说是给谁就给谁的。谢我往事哥，往事哥，谢我迷信老乡。我操，上五个，咱一比一的吧，咱是一比一，真是一百700票，多少票？都给我700票，700票，上200，我尝尝上200，俺家700，我来报票，俺家。